白虾还有人要吃的吗？白虾，白虾够人买无着了无？我招一个，这两块我来三斤重，三斤重啦，500够人买啊？无500拢有啊哦。好啊，时间不够，快请啊。好，带来。完了，啊！明天看到，哇，搁在，搁在，上蛤蟆找无着哈，搁在，蛤蟆有人要来无？蛤蟆，外国人啦，蛤蟆啦，一斤卖90，卖100，这个就蛤蟆啦。海南包有人要来无？一人去倒，100块有人要吃无？100块哎，搁偷一个，100块，要100块，我等下。对啊，别坏啊，你要不坏？坏。好，等我。好，两个乌龟。等我。他先在这里吗？400。好，存钱了，存钱了。来哦。太贵了啊！哎呀，再投钱，再投钱。好，再投钱。后面大概要载了10箱货。哎，阿姨娘，走啊！走大哥啊！走大哥啊！那边又载了大概10箱货。好了，我要讲那仪器给人。来，阿姨啊，讲咩火料强，我先来卖一个，好不好？一包偌重？一斤哦，一包超市卖着卖偌济？卖500，卖400，卖300，这啊，200就好啊。我叫你卖去，两包卖400。火料强，2包400，300有人要来无？一个人去倒啊？200块有人要吃无？200块啦，200有人要火料强的无？火料强，来一瓶两个啊。2包200。嘿啦嘿，2包200。我是烧声嘛，莫安尼，200块啦。200块有人要来无？200。最后一箱啊！火料强最后一箱无啊！200个有人要来无？200、200块来一瓶。大家。200个有无？200块。来呀！这个冇钱无？200啦。最后一个啦，200个有人要来无？最后一个客人。最后一个人给200。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客人200块，火料强。蟹肉，蟹肉棒、啊。他卖完了。蟹肉棒哦、啊。其他公包吗？这啦，这有人要来无？我好厉害。这嘛两箱尔啦。这人客啦，我讲一个啦。这叫啥？无退着哦。无，不是啊，无，迄个有退啊。退啊。退啊。无人来就对啊。阿妈有人要来无？来呀，去来，迄个。来鱼翅鸡有人要吃无？去吃根啊！同款啦，一包一斤多就对啊，卖300，200啦，200、400，200、300，200有人要来无？200。鱼翅鸡啦，鱼翅鸡来一边。鱼翅鸡有人要来无？200来一包。200有人要吃鱼翅鸡无？来多只。鱼翅鸡够人要来无？鱼翅鸡。找你好。鱼翅鸡够人要吃无？来，后壁多啊。多个。最后一箱啊！鱼翅根呐，冷霸够人要来无？200、200块啊！200够人要吃无？鱼翅根，麻大。这明天土城有啊，252号。啊，这干了几个人尔呢？领导干了你一个尔吗？啊，两个就多200啊，200一点多好一点，你相信我啦。200个有人要吃无？200块，200块，200拢有啊。谢老板啊。大叔那边了，大叔那边应该比较多。
鳕鱼有人要吃了无？大甲都鳕鱼有人要吃无？鳕鱼啊，你等于用这个用菜好食啦。大甲、大肚、太平都好食。大条无大条，你家看啊，只高啦，只高就对啦。盘子哦，这条卖偌济？没有，盘子啦，一斤三百外，这条卖偌济？卖500，四百、300有人买下来无？来，我问一下，强买两块啦，开600，我来啦。一个人客多啊，500，有人要吃无？500好。三条来啦，赶快来四条来啦，我吃一个500，有人要吃无？500好帅气啊，有人要吹无？500。我搁卖了吼，恁两口拢买无啊？我招一个人客，这堆要来了，500好，有人要吃无？500。对啊。帅有人要来无？哎，你不包我无？两袋啦，两袋，三袋，四袋来，五袋来，500好啊。无啊，你要来？来，转过来，再。一人两三啦，四袋来啦，五袋来啦，500好就好啊。帅有人要来无？一人两啦，三袋来，四袋来啦。我搁招一个，这五袋来，500好，人要吃无？500块。我要捡我只。500好，人要来无？帅伊啦。帅哥，人要吃啊，无帅鱼啊，鳕鱼，鳕鱼，今麦讲来把食的啊，鳕鱼拢有啊吼，帅鱼拢有啊吼，够鱼够吧，够够够吧，帅鱼无人要吃啊吼，够够吧，鲈鱼啊，鲈鱼啊，好没啊，啊，蟹肉棒，蟹肉棒。烧一磅，阿伯也歹讲啊，卖300好啊，歹讲啊。一个超市卖500啦，两个卖300啦。我招一个啦，这3块来300好，人不接啊。300，卖300，卖讲啊啦，好不？年糕啊啦，4块啦，300好啊，300好，人买啊，300。啊，平常时卖2块500，即摆只是加2块，安尼尔袂用嘞，300啦。300有人要来？压秒，恁两个咧压秒，水泄不通，真假的，这么夸张？烧火棒有人要吃无？烧火棒啊！大叔，那我招一个300个有人要来无？300，一两三块啦，4块来，我招一个300个有人要来无？300，烧济了啦，150有人要来无？150，哎，我等我去吃无？吃。百五有人要来无？150啦，150，这有人要吃的无？这啊，这个有人要来无？这啦，饲啊公鸭吧，螃蟹迄两支空要出来吧，就对啊啦。饲啊卡肉就对啊，超市一块卖偌济？卖90，超市一块90就对啊。来，我问一下啦，姜买2块啦，姜3块来啦，姜买3块来啦，卖开300，第二个我招一个人去，200有人要吃无？200好。财源早，财源早。200有人要来无？来啊来来，姜4块来，200好有人要吃无？我招较紧的啦，这个5块来啦，200好啊，200块啦。200这载无对的啦，头叫人搁载来的啦，这啦，这有人要吃啊无？这都未上无牌啦，这叫啥金枪啦，黄金仓就对啊啦，这一尾老阿伯话这，一尾抬较好啦，盖无200起条啦。以你一尾抬200对啊，来我问一下啦，住台中的经验应该知道什么？开400，
开啥哦？一个人可以落三百，有人要吃无？我招一个，即尾我送啊，即尾我请啦。三百块有人要来无？金枪啦，黄金仓，黄金仓有人要吃无？三百。还好我聪明，没有上当。三百无啊吼，三百金枪无人要争的吼，就较紧的，即尾我送，即尾我请啦。三百有人要来无？三百，金枪啦，金枪无人要吃啊，黄金仓无人要来。来倒来，黄金仓有人要来无？三百。雷伯友不知道。要出七十五块，你无人会晓吃啊？你在这边打他最好。三百个有人要来无？真两个，三百又来了，四百又来了。我就一个三百个有人要吃无？三百，三百，像我类的啦，三百个有人要来无？三百。来，一百两百又来，我就一个三百又来了，四百又来，我就一个三百个有人要来无？三百。三百，三百拢有啊吼，三百拢无人要来啊吼。来，我问一下，你搁要食啥？鲈鱼啊。鲈鱼啊，鲈鱼啊，鲈鱼啊，大个别讲啊啦，一尾鲈台偌济，台九十台一百就对啊，两尾又来开两百。我叫你啊，三尾又来两百，好有人要来无？两百两百块，鲈鱼鲈鱼。鲈鱼啦，一个人可以好啊，即尾我送啊，两百有人要吃无？两百好，即尾鲈鱼剩五十，两百有人要来无？两百，啊鲈鱼四尾两百无人会晓吃啊，鲈鱼无人会晓吃啊，三尾又来了，四尾又来了，两百有人要来无？来这边，好不好？